前天到了青石堂，看到了我坐在楼上看舞台上啊，我们的四大事业的主管们在分享，这里面的这很有成就的医师护士，我们部门的主管，四大事业都有，他们也很多都是从五岁，当年五岁了，幼儿园父母带来，一直到高中、中学、高中、大学，或者是慈科大毕业了，这一共呢2000多位都进入了我们的事业体，看到他们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很有成就了，一一在台上，实在是很感动。我就在楼上里呢，一直感觉我们要把握当下。半世纪以前，就是那一年成立了克难功德会，一路走过来，多少坎坷路啊！所以我现在一直一直在提起，哎，铺平路，因为这长的时间，我感恩谁来铺平，都是委员们辞呈。点点滴滴啦，重重叠叠的力量不断的牵引出来，不断的带头顾后，安尼好当场一定呢行过来超过半世纪。我们从慈善现在呢已经到了100个国家，那我们的医疗33年，花莲慈院33年，看看杨教授60岁在台大退休，开始呢投入慈济，帮着那个时候杨世彪、杜诗美、这曾文斌三位呢，台大的院长、两位副院长都投入慈济，帮助我规划医疗，帮我选择图净土啦，在咧净土选择建筑师，他们都一路陪伴啦。现在他100岁，前天他也来，他一直说啊，无看到师父，我伫楼顶一直甲摇手，但是呢，我不断的向他挥手，一直到了他要出来，我要下去了，在门这讲堂的lobby， 他出来，我要进去。这个时候，100岁了，那80多岁了。这都是呢年龄的这样的距离，不会有你先我退哦，这都
都是迄个时间，你进一年，我也要进一年。总是呢，这就是人生。从那一当年的那一人，那一群人，师父都真感恩。所以呢，我们人人要把握时间生命。也看到了三十而立。其实孔子说，人一死有五而志于学，一朽于末，日己以好。对赵国会开戏啊，就已经了对人间世事稀疏了，人间时事应该就可以呢听得很清楚，了解得很明白。这个时候开始呢，要走入人群，一直到三十而立。从国中、高中到大学医学系毕业，我很感谢慈济这十二年里面教会了我一件最重要的事。慈济教会了我这份助人的心，去部落陪伴长者，去看养老院的老人，希望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快乐，也带给我自己更多往前走的动力。谢谢你们。还有看到了我们学生的感恩。爸爸在我大学期间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，而且是当时是我都不知道的。我那时候我的爷爷生病重病，然后在医院里，然后明亮爸爸知道之后，他瞒着我，然后自己去医院时常的探视我的爷爷。直到我爷爷过世的时候，他还帮我们找了葬仪社的人员来帮忙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让我觉得爸爸的爱非常的无私。我没有小孩，那很想要小孩，来到慈济，上人给我八个贴心的小孩，在师兄临终前，八个小孩都陪伴在旁边。还有告别式的时候，孩子他们要求要穿校服，还要行跪拜礼。而这段时还帮师兄捡骨，这段时间他们都每个月都来陪伴我。师兄无私的付出，得到满满回馈的爱。郑基士，他呢，无囝，但是呢，八个囝为他呢披麻戴孝，这都是时间培养感情，这真的我们要珍惜时间。我们要结友情，不需要一定呢。我家己的囝，我家己的家，天下一大家，那天下青少都是我的，好祖也孙，很不简单。这都是呢，慈济人的当下。生命中的珍贵，讲不完呐。现在说话虽然很吃力，但是我更会唠叨的哦，时间更长，那就是因为一直一直有说不尽的当年那一人那一群各位菩萨。代替师父，还要珍惜你的接引你出来的，珍惜与我们共同呢成菩萨开道铺路的人，期待每一个人都要一一呢用感恩尊重
这一条路是大家一起走过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成就了教育、医疗、人文，看到大家这样的启发爱心啊，发挥力量在人间，孩子的成就，那不惜的这个谢谢不断的绵绵的传下去，真的很安慰，感恩大家爱的能量的汇集。